我真爱你，哥哥我爱你。坐在小船想艺，心内暗欢喜，亲像我两家子，上好在何边？谁会知人对我合唱恋爱歌？合唱恋爱歌，合唱恋爱歌。欢迎收看台湾望春风。这首歌就是在描写讲男女之间呐，因在咧恋爱时阵，是不是要去什么所在呢？古早甲今麦就无同款啦。以前拢伫个溪边啊，伫河边啊，伫公园边啊，出门开钱的所在啦，算较省啦。啊，无啊，嘛较无人看到啦。你古早人较避暑嘛，人较少啦。哎呀，啊，今麦无同款啦，今麦大街。哎，今麦拢要你倒哈？不一定啊，迄个街路啦。街路啊，是迄个公共便所。喂，那人因为公共便所诶，边啊嘿嘿，边啊超不定啦。那你超不定啦？有啦，真济所在啊，有些怕埔啦，无就是讲是就是电影院啦。其实你讲咖啡厅嘛是有啊，咖啡厅即卖较少啦，敢有？有啊，露天咖啡座。哦哦，像鸟空啊，猫空，鸟空，鸟空，猫空一个呢。嗯，我安尼今日邀请这两队，这队呢，诶，一些歌段拢真。伊在讲真有成就的人，啊，咱甲问看因较早少年时阵，人即马嘛无改老，安尼讲讲。哦，我想讲查甫较老迄个啦。好，咱等下甲问看咩啊啦。咱即马来欣赏林珊带来《一见钟情》，甲蔡小虎的无情的电影票。